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你赢了，你赢了。他真的彻底的被你打。好了，休息了。你说，可是我最近有骂你吗？我没有骂你。我说以前。以前，哦，那我为了以前骂你，就是。你一直吵架，然后不知道最后你跟爸比，你自己走出去外面，爸比跟我都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呀、啊。Oh no！ 好，我现在没有啊，我现在没有要走出去啊。哦，那是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啊。乖，然后你一直骂我，然后我最后要怎么样？我就会哭啊！你可不可以改掉这件事情？哦，你说，可是我最近有骂你吗？我没有骂你啊。所以以前。